2018年的逃税风波导致事业一度陷入低谷，经过数年沉寂后，他近年来积极复出，并将事业重心转向海外。近日范冰冰在社群上分享了一组自拍照，引发网友们的热烈讨论。只见范冰冰以贴脸近拍的方式拍下照片，浓烈的紫黑色眼妆搭配深红色下眼影，展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风格。尽管已经43岁，她的肌肤状态仍旧保持得相当好，白皙紧致的脸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岁月的痕迹。这组自拍照一曝光，立刻在网上掀起热议，许多粉丝纷纷留言表达对范冰冰的喜爱，赞赏她的美貌以及勇于尝试不同风格的勇气。同时，也有不少网友对范冰冰的付出表示支持，期待她能够带来更多精彩作品。Bye.